Hello，大家好，我是大师。好，继续玩吧。先写支线啊。给先生红茶，小哥，你拿去给徐先生。见好就收。成长，李维之，哦，李维之是之前在洛阳的那个书生知县。为了正义。道德时，哦，玩，把菊花给他，菊花指你屁股啦，指你屁眼啊！你怕不怕？帅，好，某个卷吧，应该是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可能是要累积到一定的，只是好几个卷轴才可以学到吧。百鸟朝凤去。应该先赢吧。既然主教都认了那位高人，那这本曲谱还是由你交还给他吧。我刚见到有语音哎，你先别走。泥鳅是不是酒神？哈哈哈！那边生机器，猎人功能开启了，可
可以在这里学习新的招式。想要获得新集齐武学下的这本新招式，已经可以合成了。让我们赶紧试试。阴招手。新合成的武学，新合成的武招式可以对敌人造成直接伤害，是战斗中不可缺少的助力。这样吗？哇，这么多！天下无狗，荡剑士。装备好，切换形象。好，那就有劳兄台了。我被那魔头的冰寒内力侵入五脏六腑，得用千年何首乌才能快速化解。我去哪里拿千年何首乌？再叫老夫就一刀杀了你。阿弥陀佛，此人虽然罪孽深重，可也不该受这苦刑。施主用此手段实在有伤天和。老和尚，你莫要发这无谓的善心，对付恶人就得比他更恶，否则如何震慑那些不义之徒？你若再是阻拦，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住手！前辈行事如此毒辣，有违我辈侠义之道，在下绝不能坐视不理。其实我倒觉得那位前辈说得在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哼，不管来几个人，老夫难道还怕你们不成？阿弥陀佛，还请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呐。想让老夫放人，我偏不放。大师，可这等恶徒还有什么好说的？破绽在此。哎，他好像有点强。干，超强哎！狮王走马，引军入瓮。这就是大侠的绝招。算你们厉害，这个马贼就交给你们处置了。多谢施主深明大义，老衲在此谢过了。你们两个小子年纪不大，武功倒是不错，难怪敢对老夫出手。只是今日若不好好教训你们一番，旁人还以为老夫好欺负呢。前辈息怒，
晚辈两人刚刚都有得罪，愿以一坛英雄血向前辈赔罪。哦，你说的可是杜康村秘传的英雄血？正是，有了此酒，不知前辈可否饶过我们？好，看在这英雄血的份上，老夫不仅饶过你们，还送给你们一场天大的机缘。多谢前辈，还请稍待，我们这就去取英雄血。英雄血我们有吗？可有新的孤本借我一关？主线。小二哥，把我寄存的一坛英雄血拿出来吧。哎，好嘞，少侠稍等。不好了，不好了，后山竹林突然有数上千条毒蛇朝着村里来了。什么？这么多毒蛇，这可如何是好啊？村长莫慌，当务之急得尽快把蛇群赶走，动物天性怕火，我们可以用火焰驱蛇。事不宜迟，大家立即准备火油，我和谷大哥这就前往后山竹林。哇，好多的蛇，密密麻麻的，看着有点发毛。看这些蛇，虽然聚在一起，却很有秩序，多而不乱，必然是有人在用操蛇术控制。啊，操蛇术？不错，武林中有种秘术叫做操蛇术，精通此术的高手可以用嘴发出常人无法听见的音波操纵毒蛇攻敌杀人。好了，现在不是多说的时候，我们还是赶快点燃火油驱散毒蛇。是。混账，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敢放火烧老夫的蛇阵，找死！不好，是千里传音，此人内力深厚，武功绝顶，小兄弟快走，我来挡住他。杀了老夫的蛇儿，一个也别想逃。我说谁在这里吵吵嚷嚷的？原来是老毒虫，你今天又想干什么坏事啊？老叫花子，你少管闲事，给老夫滚开。这两个小子我看着顺眼，老叫花今天就要管上一管。找死！此人武功甚高，小兄弟到我身后来。不知死活的东西，老夫今日要将你们扒皮抽筋，为我的蛇儿。破绽在此。神龙见首不见尾，无毒不丈夫。十王走马，请居入瓮。这就是大侠的绝招。无毒不丈夫。哎呦，若不是我的蛇阵被这两个小子烧了，今天就要你这个臭脚花子好看。老毒虫死不承认，你那些毒蛇在我眼里也就是盘下酒菜。哼，休要得意，此次论武定要与你分个高下。多谢神干前辈救命之恩。好了好了，这些谢来谢去的俗礼就免了。老叫花，
神盖前辈真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人呐、啊！前辈，这就是英雄血了。神盖前辈，大师，还有这位操蛇的前辈，你们怎么都在？哈哈，小子，这就是老夫说的机缘了。今日我们四人再次比武论道，许你们二人在此旁观。你们若是能领悟一二，定叫你们终身受益。啊，那多谢诸位前辈的指点了。嘿嘿，想不到老叫花有这口福，能喝到这传说中的绝世美酒。哼！阿弥陀佛，两位小友心怀慈悲，日后定是我正道武林的支柱。好，此次论武正式开始，请几位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落座。小子，倒酒。是。好激动，好兴奋，能看到四绝世高手比武论道，此生难忘。诸位可曾想过，我们习武究竟是为了什么？武林没有强者就没有秩序，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武林的秩序需要强者来维护。我足够强，就能一统武林，这武林就会有秩序，是为霸者之道。放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习武之人应该以德报怨，扶危济困，行侠仗义，是为仁者之道。哈哈哈，两位说的是笑话吗？每个人都想一统江湖，江湖何时一统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正义是邪，邪义是正，习武之人哪有那么多约束？只要问心无愧，活得逍遥自在就够了。顾大哥，你觉得哪位前辈说的对？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会发展出不同的武道理念。只是不论是什么理念，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内心，做个对武林有用的人。嗯，看来我也需要好好想想自己的道路了。四位前辈高手比武论道，动手大战了一天一夜，尽兴而去。而你在此次论道中收获良多，悟性得到提升。想不到小兄弟竟然通过此次论武获得了悟性，悟性可以大幅提升自己的战斗力，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提升资质，大幅提升成长率。悟性可以通过江湖奇遇或者学会他人的奥义获得。多谢古大哥解惑，不如我们一起去喝上几杯。好，恭敬不如从命。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咯。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拜拜拜。